对呀，老师下礼拜带这个盘子可以，因为当初我会用这个盘子是因为想说我只要中间示范这一块就好了，这个是进阶的盘子啊，可以哎呀，它这个的话它没有大的，它就只有这个小的，然后这个更适合丢光，就是丢各种不同的东西，对，葵花籽跟苹果没有炸，休想再拿回去，你要做一个垃圾桶，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那个广告纸，折一折就很好了。它颜色变得有点深啦、啊，对，不会，不会吗？没有比较好看吗？因为它颜色太深，对不对？你喜欢透明的感觉，因为我们前面这个图案并没有很深的颜色，所以它变成整个旁边一圈是比较深的。啊，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效果是像这样子。用贴纸啊，直接整面就选一张好的颜色的贴纸。对，你们有的笛子，比如说有的棉纸，它还蛮漂亮的啊，颜色淡淡的，你可以直接贴上它。对呀、啊，就也不用打深色的底色的啊。对，深色也很好看啊。直接就撑一张薄的会透光的笛子就好了，你就可以保留玻璃盆的那个效果。然后你摆着后面，我要中间放一颗蛋。蛋。复活节彩蛋。不知道怎么。对啊，有点冷哎。啊！你要走啦？可是拼木胶不是就防水吗？就吹了。对，那不就防水就不用。